速战速决，拦我者。 不过如此，轰满之地，却无伤到轻剑气，不堪一击。 仅此而已。 妨碍我。 猿猴竟身着铠甲，身着铠甲。
让我瞧瞧你有什么能耐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异的佛像，准备好了，侠客放心。
买定离手，客官好走。苦海无涯，隐秘无相无我，万劫不复，罪孽深重。需要用银，抱歉。尽是些草木。这园子像荒废很久了。
客栈暂且安全了。而已。不知经历过什么，闲渣的，享受灵兽，丸子，啊！
朵相思。鬼气森森，诡异的奴面，小心，法阵险恶。不过如此。财神爷赐缘，看看我压箱底的好货。客官悠着点儿，下次再光临哦。
不用谢，能帮上你，我乐意之至。拦我者，你的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呀，我还能来干什么？这道裂缝的背后可隐藏着不得了的东西。里面是什么？这裂缝的后面可就是书灵的老巢了。我们走。客官，让你真的抵达了那个世界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无知之徒，妄动因果。可知自己究竟在做什么？我不会再被你操控了。你会为这个世界招致混乱与毁灭，我绝不允许。六耳白猿求而不得，金色修罗身不由己，命有定数，每个人都注定臣服于自己的，你何必反抗？于天，与你结交的情谊，不过是天道的演算。
穿过那里，你会明白变化只会带来毁灭，一切皆是虚无。即便如此，你还要过去吗？我一决不。然后，我好像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，如梦一般。他安排了戏法表演向我们赔罪，各退一步，去吧，一起去。